单狙。喂。这个残血的，跑了，让他跑吧，他救不了人。是刚修完。这还能不真扯的？不用管，直接过去。那里面谁修电机呀？这是个舞女，这上面是个祭司。
他这怀表，舞女秀完了。 也在路上。 也救不了了，都把他卖了，把祭司的怀表骗出来。 飞机，你在飞机，他去救人了。 他还不敢砸我，他砸了砸了他就没了。 找天气，祭司我看见了，但我不想吹，他休息慢。 这么膨胀的吗？祭司往我脸上跑。 这个我就很满意，没有追到版。
重啊，弹射嘛这是。这人不挂了。在地上躺着。其实刚才打一个汽油刀的，但我为了稳一点，没打。打洞。真的打过去没带修炼机，在摸人。打个封印，魔术师修，结石救，然后儿子修一台。等吧。哎，尬住了！哎，他放个魔术棒，为什么我会卡呀？新 bug 啊，这是。掉帧攻击啊，这是。对，他又想盖我一百，又要拿五百，精得很。我捡垃圾去。
看你这个结石起不起来，你不起来你等会儿就流死。我不着急，我悠闲得很。这不就起来了？起来了还不是得死？不能让他死，不然这个魔术师就跑了。你看这其实是，生不如死。放血流的一丝，然后接着刮。他堵住了。还在盖呢，点击吃不成，不行，万一那边是个结石呢，我要去看一眼。魔术师啊，告辞。用了，再用一个，用一个我就走，用没有？这就对了，全是。这耳鸣是结石，可能儿子。这个巨板子啊！的滑梯，没儿子了，你敢下吗？你敢下吗？你不敢下，怀表结石。对了，不是，找他没用。翻 ，nice。结石的熊啊，我要看一眼。结石的熊，安静，能让他修。打佣兵。
传送又没有用啊，白带了，还不如带闪现。What the fuck， 干嘛呢？ 香水，它是弹射，交不交？拜拜。 哎，我在玩蛇。 这肯定要过来了，这个时候。
刷对，刷死他就对了，刷刷刷 ，nice， 这边肯定有人，有个人的球，前锋，再见。 带一个加速的枪是怎么追啊？难追。 还在玩手机。 真不给面子，哎，垃圾玩意儿，感觉都20的几率都不给欧一下，真没意思。 哦，残血都不欧了，哦，终于欧惨了，哎，啊。
我得地胶。前锋，那不是结实。哎，这有天线。他已经开始修了，那肯定是一个调香师或者是魔术师。结实肯定是不敢这么膨胀的。看一眼然后走。我来确定一下是谁。这边结实，好卡好卡，他们延迟突然飙了，什么情况？线不稳定吗？可能是动了路由器还是怎么地？可以，很秀，无所谓了。我有天气，我不怕。换调香师来救，调香师在这儿。哦，哦，哎呦，又开始卡了。哎，别啊！弹幕这边我得关了，卡得好严重。我感觉我拉锯我都控制不住了。听使唤，替他救人。没有 VIP， 又开始，好烦啊！
不着急吧，你先装东西。两个人全在这修，你们不救吗？我又开始控制不住了。哎呀，难受啊，这个延迟。是我网的问题吗？红的哎，跳不跳下来？就是知道他在上面。不跳，在上面等着我走。这把太卡了，我不想就是弹，把它就是挂上稳一点。如果没挂的话，其实这个人就开不了了，太卡了，什么情况？连败，李师傅，快快快快快，找个地方蹲着，蹲着。我怎么又红屏了？兄弟，正常点，正常点。哇，他这次还不降下去吗？气不气吗？气不气吗？给你！我突然一刀，有人 hold 住 hold 住，兄弟！哇，怪不得这头这么铁。
肥，打不过这拍照，好意思不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捞一下我自己。捞金枪啊，兄弟们！这个人呢，先杀了。哎，今天结束了，可以。全都在修。提升的话，那我开球跑路了，球就不需要损。快点咯，先知。幺二挂喽。直接套鸟捞一脚，快，兄弟，你个蛇！现在套有屁用啊！套，俺直接上！我求你修炼级，别再吸鸟了！我日，好绝望啊！他跟着也是不吸鸟。干嘛呢？是三地魔。500分。来跳刀。又有鸟了。够狠。点呢？还等啥呢？杀了个盲女，盲女，嘿，盲女在开门，杀了个盲女。对了，计划是这样的，然后一个滑板过去，然后 K 脚冲过去，冲出去，走你。来了，这四阶排不了，他们都六阶了。现在只能单人磨一下，磨到那个哟，还封窗一刀嘞。这么自信的黄衣吗？
你这把，这要被锤死，那就丢人了。好，我们再动个枪。 什么情况？撞他出手了！他鸟啊，兄弟，兄弟，鸟！哎，你不灵性啊！ 他又没怀表，好砍！干嘛呢？ 说好的调香师呢？哎呦，骗到了，但是我女赶不着了。调香师，我以为调香师在附近啊。哎，你挂最远的，挂最远的。 好，平吧，要不你们直接点了走。感觉，好像是要是想过来的话，除非他有怀表。你一定要有怀表，你要有怀表就能赢，你要没怀表，是来送。 打到我了！跟我说什么来着？先是在那边开门，这边出个宝贝，闪现用了，不着急。 他不弹，他应该不弹了。他不弹了。我有搏命啊！我有搏命，我救不了人。盲女救到的差不多了。算了，没抽到好东西，走。走啊！